这里是宋瓷盘，这里有个口，对应里面的销子，对插进去。然后这个头子是朝宋瓷的方向，用多大汉丝就用多大规格的宋瓷轮，我这个是 1.2 汉丝 ,1.2 的铝丝，然后就 1.2 的规格朝里面，一直圈到这边来，这边是宋瓷管，尖嘴的部分朝里边，然后用这个螺丝锁紧它，然后压住，一直到焊接枪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个夹具，把这个导丝管给先取掉，取掉从这里边，这里有个孔嘛，把这个螺丝给松掉一点，然后圈过来，再把这个导丝管锁住，导丝管跟这个铜嘴成一条轴线，然后看宋丝顺不顺畅，然后就可以焊接了。